早安，欢迎您收看三立早安新鲜闻，我是姚婕妤。现在时间早上5:45，赶快要来关心，最近真的要勤洗手哦。九月的时候，各级学校刚刚开学，但是肠病毒也悄悄升温了。那不只要多洗手，其实湿纸巾也可以在包包里备上一份。因为现在的湿纸巾做得很厉害啊，结合了生物科技的技术，用植物萃取成分来达到清除肠病毒的效果，无酒精不刺激，所以呢，小朋友在擦樟木的同时也可以进行消毒工作，远离病菌。好，说到了保障皮肤的